别小瞧这5.5吨提高到7吨，对卫星发射来说，它可能就是一个平台的一个升级换代。一方面是火箭的升级换代，同时也是有效载荷的一个升级换代，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。它是新一代运载火箭里的一个主力火箭，也是高轨火箭的第一型。它后面的任务也已经排得比较多了，将逐步的成为我国中型高轨火箭的一个基本型。后面要承担很多国家重大任务的一个实施。 目前卫星的体积越来越大，它对火箭整流罩的容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。我们火箭发射的是直径4米2的整流罩，后续为了满足卫星更大需求，我们正在研制5米2构型的整流罩。